我们到了这个十二篇，这里这个题目，我也不大盼望把这一篇完全讲出来，因为这个太丰富了，里面讲究太多了。当然就是整个一面来说，郭弟兄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好，要把这些完全消化，就相当困难。要把这些完全实化在我们今天新月召会生活里面，在主恢复的召会里，那更是有难度了。但是我们求主施恩，叫我们逐渐逐渐能够往前。那么就说这一篇来说，很奇妙，它这个题目，它就特别标明是主的宴席。把这个讲了这么许多的记啊，最后集中在主的宴席，就是这个擘饼聚会。这是很奇妙的事。那我想，这个擘饼聚会，当然也是在表征上，今天呢，我们新月里面有这个施行的部分，就是地方召会，有这个内涵的那个实际的。就是属灵的，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宇宙的召会。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召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擘饼聚会。那这个擘饼聚会就展示出来，它先是这个擘饼聚会，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享受，有没有享受。我们也许说啊，这诗歌想唱得很好，或者说哎呀这个饼很好吃，或者说哎我们人来了很多，我们也许大家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很好的表现。但是就是说这个主的宴席擘饼里面最重要就是享受基督做平安祭的实际。基督做平安祭，那个实际呀，从前在预表上是在圣殿，在帐幕，在圣殿里面，神的子民借着祭司在那献上平安祭。到了五种祭，到了末了，这个平安祭献了，那是最高的啊！中所有的祭的结果就是平安祭。天地完全合而为一，神人完全享受在一起，神的那个经纶呢，能够在这里显现到一个非常美好荣耀的地步。那么就说今天召会在这个地方召会里面，我们神的带领，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来享受到基督做平安祭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地充满我们，我们和这位做平安祭的基督啊完全连条为一，基督完全彰显在这里。这个是主的宴席。那有一天呢，所以他说的开头这个主要应验于主的宴席，享受基督做平安祭，主要应验于主的宴席。然后，那既然是主要，当然还有不主要、次要的。啊，这个次要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场合也都应该是有，但是呢，到了有一天。终极完成，当最后完成基督做平安祭，那件事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主的宴席或者说地方召会里面擘饼聚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现，一个享受，而有一种的见证在这里。那么在这里，所以刚刚弟兄姊妹交通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很显明，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擘饼聚会，从这些话上看，我们还有
很大的距离，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也需要我们来往前，来配合神的心意。那么这里就是说，第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紧的因素，我们现在需要在恢复里来注意的，就是说这一个做平安祭，呀、这里在旧约的例子里面，平安祭是做什么呢？所有的祭啊，都是为着借着这个祭坛献给神，让神来满足。五种祭都是这样。那你怎么来叫神满足呢？我们自己是堕落，是败坏，是与神呢、是被阻隔的，不可能去的。所以借着基督完成这么许多的事，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完全得着神，也让神得着我们。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个主的宴席在这里能够应验在这里，我们也就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对着神的。旧约里面献平安祭是献给神，因为我们这帮人跟神之间被定罪的，完全受咒诅的，完全要将来本来要落在死亡里面，落在火湖里面，但是主借着这样的各种的祭被带到神面，而这个各种的祭最终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啊，就是平安祭。到这个时候是最完全最刚强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献给神，神满意，神也就悦纳我们在这个祭里面累积下来的结果，完全悦纳我们，叫我们和他一同来享受。所以啊，如果这个献平安祭不是在神献给神，乃是自己来吃这个，大家吃一头的牛或者一头的羊，这个就不算平安祭。平安祭的目的是来献给神的。所以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应验的里面，我们也应验了这一个基本的点。我们享受基督做平安祭的实际，也是要献给神的，是不是啊？那么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参加擘饼聚会，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来纪念饼和杯，基督在这些成为各种的祭，显明他的救赎，来这里啊，让我们来享受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跟我们立了约了。哦，他的饼裂开，为做了我们的生命，做了我们的满足。这一切享受是为着把这个基督就带我们，我们要靠着基督做平安祭，带到神的面前。我承认我们几乎没有，我自己几乎没有在擘饼聚会里有一个目标说我要在这里享受，又借着这一个来献给神，有没有这样？我们顶多就停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来享受基督做平安，是不是？所以呀、第一个点，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能在这一点上，这个在心情上，在感觉上，有一个目的呀、就是我们去参加擘饼的时候，我们是要享受基督的实际。享受了，我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得神的喜悦，悦纳我们，来让神来也悦纳我们。所以接着这一个就有一个感谢祭献给他，有一个甘心祭，就是我的心意啊，有个意志，一个主啊，我要为着你，我要完全给你。他说这一个是主的宴席里面重要的目标，
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本没有，我没有这个观念，更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主怜悯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点啊，这个方向啊，转到神的面前，但是借着基督在这里饼和杯给我，完全他完全解决了我们跟神的问题，来应付了神对我们的心意，要把他的生命性情给我们，这一切我享受了，所以我就在基督的率领里面，也同着基督，也在基督里面，我到神的面前，他成了我的父，我感谢他，我愿意甘心把自己献给他，让他的经纶实现在我的身上。如果那个有这个心情、这个观念、这个看法、这个事情，我们的波饼聚会，就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了。这一点，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我是特别一样的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一篇应该转移我们这个情形，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借着他说有一种啊，是按照他有一个五个记里面次序里面有一个讲究，有一个讲究，一个讲究就是按照我们的经历。还有呢，一个讲究是按照这个神的那个经纶这个次序啊有讲究。这个讲究不晓得弟兄姊妹有多少位是对这个有一点有一种的认识。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个搞不太清楚，那就是听了看了这个信息我们也好像也不一定太清楚。那我呢？我也在这一点上，来思考，在主面前仰望，好像有一点了解，这个里头的意义啊，到底为什么？这个曾经圣言里面是这么说法，他说啊，按照经历的那个情形来说呢，那个次序是，这个燔祭、受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是吧？那按照神的经纶呢来说呢，神要他的经纶，他要达到的是燔祭、受祭、平安，不是？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平安祭摆在末了。那这个你怎么解释啊？你？了解不了解这个两个不同的次序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怎么说那一个这个经历上反而是平安祭摆在第三，第四、第五是赎愆赎罪呢？那个经历啊，它不是说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它是说我们在这件事上的经历，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这里也可以给我们说啊，这个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那么这个浪子乱七八糟到一个地步快饿死了，他回来了，说我饿死了，我饿死，我得罪天，我得罪父，那么父亲呢跑过去啊，连连亲嘴，马上啊就说把那上好袍子拿来，给他戴上金戒指，也把鞋给他穿了，然后就叫仆人快把那个上好的这个肥牛都宰了，我们一同快乐。那这一个这里面啊，你就看见他一来到父的家里，第一他有他就被称义了，是吧？上好的袍子就穿上了，基督做他的义了，这是一个。第二呢，他有戒指，就是圣别的圣灵啊，在他的身上，把他分别出来了，叫他证明他是属于神的，跟神连起来了，神就做了他的生命了。
那第三呢？他又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成就了和平，成了这个福音，把这个众地上的人那个仇恨呢，给他除掉了，把人和人中间的所有的不和、搞不起来的东西都搞了，变得和平的、平安的，跟人之间的那这一个东西成作为福音，来把我们带着我们的根基。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就开始说，来享受肥牛犊啊，就是基督做那个平安祭，基督是那个享受，让这个父亲跟儿子来让子一同来享受。那这个享受呢，有三个角色，一个角色当然是让子。还有一个角色是这个父亲，那还有一个角色啊，如果可以算作角色啊，就是那个长子回来的时候就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这个坐月一定是他的仆役啊，仆役仆人呢、也许也有使女吧，他们这个家里啊说，我们现在开始庆祝这个我的儿子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所以这个仆人有的吹号，有的打鼓，有的拉手提琴还是什么，哇，就作用的。然后这个父亲也跳舞了，儿子也跳舞，又吃这个吃的时候父亲说，哎呀，这个牛犊，这个大腿真好吃，给你吃。那个儿子说，爸爸，我这个看，最好的部分还不是大腿，最好，你知道我以前去过巴拉圭啊，他们有专门自助餐的店，我们这有海鲜自助餐，他那里有专门是牛。牛杂、牛肉、牛肚、牛什么东西，里面他说最好的肉是脖子脸在这个肩膀这里这么一块，是最嫩最好吃的。啊，这个儿子完了，这个是给爸爸吃的，给了他们，这个真是享受主的宴席了。如果那个时候他一个情形，这个儿子说，哎呀，太好，我这本来豆荚都不能吃，现在我这只管自己吃，没有想到爸爸吃，没有跟爸爸一起吃，那怎么能够成为那个宴席啊？他就离开了爸爸了。以前跟那个娼妓乱跑走了，那个长子啊要跟他朋友跑了，要吃羊羔，这个两个都没有想到老爸有什么需要。如果是这样，这个路加十五章那个快乐就快乐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擘饼聚会里面，我们真是看到啊，我们真是要转了，真是看见这一切是跟谁一起享受，并且把那上好的，是第一个先让你吃，先让爸爸吃。要这种情形啊，在这里，并且吃了要到了末了的结果，就是感谢了，就是甘心了，说爸爸，我永远不会走了。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爱你，也永远知道你的爱。但是爸爸老实说心里有数，你呀、不错，你现在穿了好衣服，那衣服是我给你的，你那个戒指是这分别，它是戒指是也是我给你，鞋也是我给你，那个东西呀、现在你这个吃这里的那个。吃这里宴席，这个家里这么快乐，老实说跟你以前要离开家的时候，你那个人呢、你的生命，你的性情都没有改变，换句话说，
你还没有吃过赎罪祭，也没有吃过赎愆祭了。现在都是神给你预备，你做了你的身份，做了你的地位，所以就在那享受平安了。这个平安，好像你的光景就是这样来了。但是实际我这个经纶呢，是要，要把那个这个反祭、赎祭，还要赎罪祭、赎愆祭，都要把你做成功了。那个时候平安祭，那个时候那一个平安祭才是完成的，那新耶路撒冷才来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在那个这个浪子的心意里，跟这个做父亲的心意里，两个并不一样。父亲心意，他知道现在不能要求你，你刚得救，哎呀，得救快乐，神赐我，神赦免我的罪了，哦，什么？神知道你，你过几天了，你又跑去打麻将了，你根本不知道你那个本性里头根本是不要我的，是那个环境把你逼了到了这里接受主，所以。站在父亲的心意啊，他一定要到把这个把你那个性情也改了，生命也改了，整个都不改了。那个时候，这个家里那就平安祭才能完全达到了。沾包饼聚会，同样的主日宴席里面，或者是同样的在这里，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有这么献祭，但是呢。父亲这个神得的是一份，献祭的祭司得了一份，那个当时不在那里上班祭司团，那个祭司们也，反正轮到你上班我也能得一点，轮到我上班你也能得到一点，那还有呢，这个一般的神的百姓啊都可以。你的那个献祭的人自己啊都可以吃，还有献祭一切的人呢，这个没有献祭神的子民也都可以吃，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有很多的讲究。那到了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切的讲究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你有了还要加给你，你没有了连你有的。也是哪去了，也是哪去。同样你去擘饼聚会，主日擘饼聚会，你到底享受基督有多少呢？一个弟兄姊妹参加了主日上午的这个擘饼聚会，他也参加祷告聚会，他也侍奉，他也什么，那个弟兄姊妹啊，他在那擘饼聚会，他是一个祭司团的人，但是在这祭司团里面呢，他在那里擘饼，他在那里为饼杯祝谢，他在那里起来祷告献上赞美，应该就是那个献祭的人。所以他的感受，如果你也同样的去呢，坐了后面，或者坐了那闭口不言，你一享受比较还是不一样呢，还是不一样。所以一面说我们今天新约时代，这五种啊，里面五种，一个是神，当然不说了，这四种的这个身份我们都有，但是在实行上呢，我们还是根据我们弟兄姊妹，各种的在神面前的光景，反正你越有了越加给你。你平常很少聚会，或者偶尔来个一个擘饼聚会，你所得的也还是软弱，还是不够。所以求主怜悯。当然了，在旧约的时候有各种的祭司啊，有什么君王啊，或者是什么连的祭司也有立位人的，也有各种的不同。那我们今天也有有长老了，有使徒了，有什么圣言者，有这个派负责的，有区负责，会首也都有。这个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有关系哦。他能够达到那个地步，他那个也因为他们爱神啊，是来侍奉神。但是呢，并不是必然的，并不是他就是他因为是会首负责，在那个聚会里马上就是比别人就多一点，不一定。
不是必然的，但是有关系。这就看他在属灵上，在神面前，他这一主日这个早晨，他在神面前有没有预备他的灵，有没有靠着主力保学接近他的，有没有在那里释放他的灵，在那把自己摆在圣灵的手里，让神来用他来发表，这个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新约里，一面说我们都是一样的，献祭的祭司也是这样，要是但是有的人说，现在是会所负责，和现所会所集中，我是区负责，我今天不是我的责任，所以他也晚一点来，他也松松的、马马虎虎的，很可能啊。如果你是那样的话，你就享受，你又是差了一点了，不是因为你是区负责或者跟会所负责，你就。他在那献祭的人，他一定比不献祭的祭司啊要多啊，所以这里讲究很多。我的时间，如果去里面去讲究很多，若是弟兄姊妹那个乐意啊，应该有功夫彼此啊，在小牌里啊，或者什么，大家研究，大家各方面这里复杂，还有公的母的，到底是怎么有讲究啊？还有这个有残疾的是怎么样？还有为什么什么叫不接近的？不接近你，老百姓、神的子民都可以，但是不接近你不可以了。只有接近的人才可以。什么叫接近？他是得救的人都可以。但是接近他得救的人，这一段时候他跟主断绝交通了，没有这个在主面前能够这个脱离这些败坏的东西，他也不行了。这里面很多的讲究啊。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个个都能够达到，一面说这四种人，我们新约里都应该有这个身份，但是在实行，在实际上，我们真能够，不光做神的子民，还是接近的，有条件的，还不光是这样，并且是立位人，是祭司，并且是献祭的人，再来都是我们实际的。那个生活的光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在主的宴席上就真能够给神呢、一种的最高的敬拜，能够享受基督到极点，我们可以听到这。